让我帮你拌好不好？不用拌，这样子就好啦。没有，你那个蛋黄你要把它拌到饭里面。可是这是我的饭，我爱怎么吃就怎么吃啊。阿燕儿来。好。好像武媚娘在我旁边哦。紧盯着你的饭，只差你了。好好好，谢谢。我可不可以有一点蛋黄？你去拌。今天这椅子这也是伤啊！什么椅子？今天带我们来二楼，怎么坐都不舒服。我本来想说用贵的，然后想说不行，因为等一下大腿废了，小腿也软了，我真的下半身没有用，真的要匍匐。我昨天半夜起来想上个厕所再赶快回去睡，一脱裤子坐不下去，因为我妹被我吵醒，她说你怎么啦，我说我后腿废了，起床拿那个止痛药给我，现在被子这样，看来怎么起不来。你跟我一下，我拿这东西。身体可以意识是分开的，因为他以为我腿很痛，他腿不痛，哪知道大家都很痛。他说：“那我帮你按摩。”然后我说：“好。”然后到我床上来，然后说：“我可以坐在你身上吗？”那我后来现在想到，为什么要坐在我身上？不是因为坐在你身上，我真的比较好使力。